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，继续玩荆棘的巨人的，然后继续去调查我们的任务。Former Open Area Survey， 好的，死心任务。やるぞ。看，这是哪里？飞蜥。后面这一只，连炮的，跑来了吗？叫连炮干嘛？连弹你。旁边有一只。哦、他很开心跑来，结果被我连砍。好的，跑去做米卡莎的 side mission。米卡莎，你需要帮忙是不是？我来了，看他脚，连炮的日子，没砍中，中了手，中了关子，我在二点一面顺手捉到，成功。然后绕去，你要加入我了吗？五次，他叫我们帮忙打五次。好的。杀去上面先，五只吗？大只的，哎，你的手有奖励哦，给我一下。哦，等一下，好厉害，他这只，他会转身让我砍到他，冲到他先，然后再用抓住我。哦，太聪明了，这次再来一次。哦，杀他，快点！幸好慢动作，受伤就有慢动作。你的手就一定被那坏蛋的手拿了，另外别人给你砍掉，就这样被那坏蛋报仇。习惯优先，没想要打一些普通的盾，弄我自己受伤。这边就一只，很开心的。偷袭！哎，有资源包，拿一下。嗨，你支援给我一下。那你要加入我吗？走吧。行きます。走咯，前面一只小只的。彩仙子是吗？好的，谢谢你彩仙子的碎豪华给我打。哦，连炮的，连炮七星种啊，普通种来的。搞定，我只两刀给倒掉了，也可以，几十遍那么讲究，一刀就可以砍断了。好、哦，米卡莎杰已经无知了，啊，偷袭！前方就有一只，有退有奖励。咦、他翻身了，哦，幸好感觉到，我以为中二手，搞定。接下来去做那闪现一下，到了，喂、哎，没有气体，好补一下气体先。等我一下，你不要被捉。呜、哦，大只的吓到我，我以为他要捉我。啊，踩掉陷阱是不是？能走啊，送。然后顺便连砍他，小智的连砍一下，哎呦，伸手抓不到我是不是？那砍死你！他刷，他突然间看到说，哎，不进去，啥东西？我救人，救人，救人！哇，救不到，太好！喂，这只。很聪明的利用建筑物躲开了要害，丢刀，喂，有中吗？丢了腿，好的，搞定。最下面那边出现一个人物，ごめん、巻き込んでしまったね。左手招过来一下，中。快点闪人！哦，幸好，幸好我闪，结果害我队友被抓。偷袭，偷袭，偷袭完就是完了，这边两只完了。好，已经加入。嗨，中型的，然后后面，
中，幸好有绕得过，反正怕他突然转身，那做人就像第一只这样。他们有时候很聪明，有时候就呆呆的。他们发现我太好了，慢慢的飞过去，结果还是中了他，太肥了。然后我这边应该是没有中到吧？中，可以打过的是不是？那个紧急任务出现了没有？我们第还没有出现。好的，去下面那边灭掉他。嗨，一攻偷袭，好砍脖子，十九次，应该是砍到一只那个啊，紧急任务就出现了。这个是我们大 boss 来的，最终 boss。嗨，你好，他每次动作看得我都很开心。嗨，别单，你就待在那边先。小小智，不行，杀！那换一换气体，气会换气体吧，那个不要拿 PK。气体换好，然后就是那个紧急任务，哇，果然是有，骑着白马。冲着去，人马跳得过吗？对，跳，算了，跳不过。哇，也是冲到这矮，也冲到。哎，看到了，在里面。大腿有奖励，大腿有奖励。连砍，呀，三刀断。还有两刀，一刀两刀脖子，然后就是冲上去用旋转，胜利的连砍，回去打大 boss。哦，那这 boss 抓到人了吗？喊他手下救人，然后拿自己的奖励，一刀两刀三刀四刀五刀没有了。再来一下，先转，搞定，看这是脖子。哦，我的刀断了，丢，狂丢，中，丢我手，但那个整个脖子没有，有什么？好，有了，帅气收尾，果然是有，成功。哦，你看那头。Victory， 太好了！好，对我有这个。お前ら、腹をくれ！这一个掩护弹通知大家成功了。切，这让我开始死了。我还会讲那个放浪费时间哦。好的。好，这次就玩到这边为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